就告诉我好好工作，跟师傅多多学学本领，学学学学他们的思想和品德，从当师傅的那年起，领导就告诉我好好工作，为工厂多多出些主意，多多多多出一些个性和成果。好好工作呀，好好工作，人本来就是一个劳动者。好好工作呀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才有好的生活。工作才有好的生活。就是